东华林给挡拆，都出来。谢丽江只要三分，上来就进吗？挡拆，下顺董翰林分出来，阿秋有射程，但是呢扑上来了，自己来左手的三这个两分啊，篮下的对抗之后，阿秋还是好使啊。董翰林面框自己来攻，对抗同样也打进，连续两个掩护都出来，哎呦！这中间门户大开啊，这个打转进来想往回敲，但是呢唐汉林已经跟进到非常深的位置了，看反击阿秋尔自己来再往前给反手，没有，阿秋尔真高呀，篮下顶着三个人两分打进。本来呢想说同曦队啊身后的轮转出现问题了，但没想到空篮没搁进去，反击当中打进了。上球很快，下顺的也很快，两分的轻松打进，夹的不错，又丢球了。高时延自己来，身后传球给到了跟进的陶汉林啊，阿秋没投，再给挡拆，下顺空中先对抗，两分打进，这球呢应该要加罚了。反击，身后给力帽切的都很快，地板球。阿秋太高了，拿不着。高世炎再给到跟进的陶汉林，高世炎利用着身体往里撵，中距离两分打进。刘毅，时间啊，时间还是很少，因为拿到篮板之后只有14秒。王兰青要三分，有了，也没搁进去，反击给空中接力来了。南京同曦非常难得的就这种转换啊，打得相当流畅。传联防怎么破？对，得往罚球线走，再给吉伦沃特篮下错位了。吉伦沃特两分轻取，因为身后啊谢丽江，哇，交给王兰青啊，或者像林威啊这种小伙子上去多突破突破，毕竟他们确实敢突，突完之后呢把空间拉开，然后呢获得更好的进攻机会。如果底角刚那下切的稍微再快一点啊，这个进攻呢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流畅的进攻了。吉隆沃特再来个三分吗？还能再进。吉隆沃特啊，估计耳机里面听到我说话了，我今儿上来呢不仅仅是要罚篮啊，我还要投三分。落牛角，王子睿这次很坚决，对啊就得这样打。王子睿呢感觉给保罗打完拆之后要三分，有了，把空间拉开了，因为陶汉林的这个董汉林也没出来。王子睿这球得投了，得进啊！对呀、啊，他这个王子睿啊，你就这样打就好了呀。内线的药保罗要被断了，地板球，高世炎真积极，再给分到外线，刚刚进过一个要三分，再来一记。挡拆给底角三分，有宁威，这球应该是吊球了，直接进来抛投，找刘东找高点，王兰青再给刘东下顺呢，再给底角，王兰青的三分怎么样？阿秋尔篮下奋力拼抢，分出来，刘威三分，这次有了。这个弱侧掩护都出来，然后呢交低位，保罗从上线兜，然后呢再给到身后的陶汉林。这就是刚刚山东队在暂停时间给到的战术的，看这次反击给到身后，保罗起飞了，逼往里边给陶汉林的预判的位置非常准确。吉隆沃特大三步自己进来，两分轻松打进。这面对到好掩护，没有形成换防。吉隆沃特在对阿丘尔，中距离逼得很紧。吉隆沃特一顿操作，还是得交回来，走左路，两分打进，没太好机会，还是得要三分。哎呦，还真有。
高诗妍自己来了，要中距离，漂亮！高诗妍今天要传就传球，两声裁判给予了警告。外线三分，吴挺佳来了，往前给，身后和跟进的暴扣得手，再转，这球转到小了，高诗妍这球传的位置又小。反击当中被破掉，都被抢断了。高诗妍、保罗、焦海龙、陶汉林加刘冠森，哎呦，好球！王子睿给底角，吴挺佳的三分，上半场比赛的重果，这球再有。后来之后感觉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这球三加一，又是吴挺佳。换球，这个换防换乱了，看保罗怎么来处理，给到陶汉林，直接拔起要中距离，有了，吴挺佳又被抢断了，陶汉林今天抄两个了，直接自己暴扣得手，今天这还是落回来，要破一次中距离得能投进，漂亮。而且这个三二联防呢，意味着就是说中箭其实防守压力没那么大。好球，又是王兰琴，还找高诗妍，吉隆沃特只要三分，有了，这次呢顶着阿秋啊，再分底角空了，高诗妍的三分怎么样，来了，这感觉阿秋今天有点拿不住球啊，身后再被掏掉，王兰琴的三分怎么样，来了，王兰琴啊，哎呀，这状元是真厉害啊！五秒，哎，发球失误了。再找王兰琴，还是要三分，再来一记，又是状元。董翰林加上林威，这应该是，哎，这边抢断了，看反击一打零。后来继续守联防，贾成呢，现在去上罚球线上。再给贾成中距离怎么样，有了，先停再控球，给内线转得不错，翻过来两分终于打进了，今天再分出来，大空位的机会，保罗怎么样，还是没有，哎呦，篮下，贾成这球啊抢得真高呀，这状元的成色，各位看官觉得成色几何呢？中距离有了，王子睿再组织一下，因为时间还行还多，底角有了，漂亮，谢丽江还在，这球现在打的呀有点像一惊四连呀，吴挺佳呢一个人追保罗，然后剩下人守联防，好球，横空而出，拿球再转，大翻转移，吴挺佳今天三分手感很不错，三分来了，吴挺佳今天打的确实还不错啊，底角又给漏了，三分得能投进，保罗终于来了，手递手找王兰琴的中距离怎么样，有了，王兰琴啊确实厉害啊，那这样的话最后比分92-80，以12分的领先优势赢下了这场比赛啊。山东队呢还是有惊无险，今天也确实有很多的